马书记，胡全礼的老婆在桐柏山的景山分公司当会计，但是她出入有专车，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名牌。听说做一次美容要花好几千块钱，而且什么？我说不出口。嗨，我替小飞说吧，他老婆在酒店里还包养了个小白脸儿。 这得花不少钱啊！我和他的老婆接触过，基本属于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人，口无遮拦。他告诉我，他家的钱都是桐柏山给的，当会计也不挣几个钱，主要是靠胡全礼给桐柏山做事情来挣钱。我顺着这个线索往下查，还掌握了一些关于桐柏山在狱中捞人的犯罪资料，还查到了当年震惊临河的3间暴力越狱案。 有可能是一起假案，被击毙的那个叫王龙的犯人，和其他3个犯人，都有可能是受指使的。胡全礼就是当年被挟持的狱警。你了解的这些情况跟我们掌握的检举材料很一致。我怀疑那起越狱案是桐柏山勾结了公安局内部的某些人策划的。嗯，对于这个案子，当时有人提出来过。 可是被打压下去了。我还找到材料证明，去年的318爆炸案有可能也是假造的，胡全礼的二等功大有水分。小白，你了解这些情况很重要，辛苦了。童总啊，什么事儿啊？ 胡全礼出岔子了，哪里出差错了？有人正在调查他，他这二等功的事儿啊，有人在怀疑。这事儿，您看怎么办呢？不就是一个胡全礼吗？值得为他上蹿下跳吗？我跟你说过，凡事要三思，尤其是在干部提拔上，不是想提谁就提谁，啊！可是你偏不听。 现在你问我该怎么办？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来了，叫三叔。三叔啊，哎，对了。 你拿上这200块钱啊，找一个大饭馆，切点猪头肉，再打2瓶好酒啊！一会儿来几个送料的啊！我一会儿再去呗。你去吧你。对了，前2天你说啥玩意儿粉什么底没了？啊，顺便啊，再买上啊。姐，那我陪你一块儿去吧。啊，不用，就2步道的事儿。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！嗯。彩云，进屋吧。啊。哎。哎。来，哎，进来。 哎，坐呀！啊！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跟这个周翠花认识多久了？认识有一段时间了。哦，坐，哎，坐。来，对，吃个苹果啊。嗯。 听这个周翠花说，你的相好进去了。哎，他犯的什么事儿啊？他，三叔，我给您的那个材料上边不都写的很清楚了吗？怎么，你没看呢？看了，只是我那个记性不太好，我就是想啊，亲自听听，啊。我好帮你想办法。真的？怎么着？你还信不过你三叔啊？哎，跟你这么说吧，这临河呀，你三叔想办的事儿啊，那还没有办不成的。哎，你这相好的事儿，哎，包在三叔身上啊。三叔，这事儿就拜托您了，您可一定得帮我。 是，这也不是说说就能成的事儿，是吧？啊！再说了，事成之后，你怎么报答我呀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料场啊没外人，今儿晚上你就陪陪三叔啊！哎，三叔，你别这样。 哎呦，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哎，你看都这样，我肯定帮你忙。来，干嘛呢？你们靠着。走吧，三叔。 哎呀，妹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个猪脑子，闭嘴！带走。妹，走。哎。 你们凭什么把我抓起来啊？我可是个守法公民，我要告你们去！你给我老实点！你敢说你是个守法的公民？对。怎么着？不相信呢？不相信你可以问我堂兄去呀！哎，我堂兄童百山，知道吗？ 是咱们临河市著名企业家，所有人见他都敬他三分。哼，我这点事儿让他知道了，有你们好瞧的。哼，你还别拿童百山来吓唬我，要不然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把你的情况跟他说说。打吧。哎，其实也甭打。 我主要啊，是怕我关起来以后啊，影响我们工程进度，将来呢，我没法跟童总交代，是不是？啊？要不然你们就把我放出去，让我继续去工作，好不好？童三铁，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把你抓进来的，怎么能说放就放呢？啊，不随随便便我怎么了？我不就是一不留神碰那女的一下吗？啊，就凭这个就把我给铐起来了，你们这是违法的。 你学会吓唬我们了。你看看这张照片，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。你仔细看看。不认识。我提醒你一下，这个人叫李三曼。什么三曼四块的？没听说过。 给我们装傻是不是啊？啊！我装什么傻啊？我凭什么装傻？不过我说呀，你们还是把我放了啊，省得好抓难放。童三铁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把你抓进来，就没打算把你放出去。哼，那好啊，咱们就骑驴看唱本。 走着瞧吧，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别在这跟我演戏了。演戏？演啥戏呀？我看你们才是跟我这儿演戏呢。童三铁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是给你机会啊。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能把你带到这儿来吗？你拐骗那些南平的民工为你卖命，你干的那些坏事，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吗？你们都知道了，有证据了。 把我抓起来判刑啊！我现在就是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，你不明白？我真是不太明白。二位，恐怕你们这年龄加起来没我大吧？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米还多。给我下套，我凭什么重新做人呢？我怎么了？好，那你待着吧。 你走什么呀，佟三铁？不是我们没有给你机会吧？啊，你呀、啊，你就在这儿待着吧。啊，马书记、李局，这家伙是个老油条，想跟我们拖时间。 我想，是不是把李三曼叫过来，当面揭穿他？李三曼的态度还不清楚，能不能配合是个问题。佟三铁被抓的消息一定要保密。我们已经封锁了消息，我检查了佟三铁的手机，里面有一条短信是百山集团的老黑给他发的，说是最近风声比较紧，让他赶快离开临河。我们分析，佟三铁之所以没有走。 是想把王雪的这笔钱骗到手，我就用佟三铁的口气回了短信，说是今天就离开临河，去周翠花的老家南平避风头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最近不要联系。所以这几天应该没问题，但是再往后，恐怕就瞒不住了。嗯，我也觉得，时间不能再拖了。如果佟百山一旦知道真相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挠我们的侦查行动，咱们得防他这手。 马上把佟三铁异地关押，把他转移到景山看守所，这样也能先从心理上震慑他。是。小点。哎，你们这是拉我上哪儿啊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走，我上去。翠花姐，你做的这些事情，对得起你儿子吗？对得起你们家三曼吗？你要是再不醒悟的话，我可就帮不了你了。妹子，你得帮我不能没有我儿子。那你就把佟三铁让你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我说说。我要是说了，他们会害了我儿子的。这个你放心，佟三铁已经被抓起来了，这你是看见了的。而且我们也跟省城的公安取得了联系，他们已经把你的儿子保护起来了，连你的老公李三曼他们也保护起来了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事情交代清楚，这样我们会妥善处理的。 我和佟三铁那事儿，千万别跟三妹说。我们家三妹是个老实人，我们会对你的家庭负责任的。但这个是你个人的事情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问题交代清楚了。你让我再想想吧。 佟三铁那儿我已经去过了，他已经出去避风了。去哪儿了？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，说是去南平周翠花家。他为了安全，让我们这两天别跟他联系了。是周翠花的娘家，还是周翠花和李三曼自己的家？肯定是娘家呀，他怎么会把三铁给带他自己家去吧？周翠花的娘家在南平的什么地方？你这两天派人去查查，看看他们是不是到那儿了。 哦，我这就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先把李三曼解决了吧。我都安排好了，马上就有结果了。佟三铁身边是不是有他的一个侄子在帮忙啊？对呀、啊，小六子这两天出差了，马上就回来。尽快把小六子也解决了。是。您放心。 钟姐，哎呀，这案子没法办了。怎么了，向掌柜？哎呀，李春江怀疑是他们公安内部的人投毒杀死了王正茂，他要自己查，不让我插手。那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找马书记反映，这案子该怎么办，他就应该怎么办。 这个事儿啊，马书记刚跟我打过招呼，还没来得及通知你呢。王正茂的死已经超出了看守所领导的渎职问题，公安内部有更大的隐患。所以李局他们要求在公安内部先立案侦查，检察院暂不介入，免得问题复杂化。我看呐，既然李局他们内部现在这么乱，咱也没必要跟着介入。 你先撤出来吧。哎呀，你钟检都同意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行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看守所这个案子不仅仅是王正茂一个人的问题，潘才章可能问题更大。公安那边已经开始调查了，这个案子检察院迟早要介入的。你对潘才章好像比较了解。 我希望你能够前期准备一下这方面的材料。另外，咱们院监所科的个别人也有问题，我希望你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。那好吧。给我准备纸和笔，我要写点东西。哎，老潘，你要早这样多好啊！我们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认认真真的写，也算你转变态度，主动交代。请不要打扰我。 高永生，昨天你哭了一晚上，为什么呀？我觉得委屈，我没有在王正茂的饭里偷毒。那是谁干的？陈浩在我之前也接触过王正茂的饭。那好，那你觉得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毒药？我怎么知道他从哪得到断肠草？ 康永生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自从你被隔离，咱们所有的谈话当中，我从来没跟你提过王正茂中的是什么毒。你怎么知道是断肠草？我猜的。康永生，你别抵赖了，你说，为什么要这么干？我没干，我没人让我。我没问你是谁让你干的，你为什么要否认？ 我没有。刚说过的话，你就想推翻？要不要把监控录像回放给你看看？我知道你和王正茂没什么恩怨，一定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干的。你要是主动交代，可以减轻你的罪责。我真的没干。好，你要是这种态度啊，那咱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。你就等着处理结果吧。他这哪是什么交代材料啊？他这是在捣鬼呢，居然还提出来要当面向吴局长申诉。我看他心里清楚得很，咱们根本不会把这份材料交给吴局长。他这么做，第一是拖延时间，第二是给咱们施加压力。那就让他表现去呗，只要咱们不让他牵着鼻子走，随便他怎么表现。啊，根据王雪的调查。 从你们南平到临河来打工的农民工当中啊，确实有一些人被佟三弟给控制，然后又失踪了。潘才章肯定卷入到这里头去了。现在咱们缺的就是第一手的证据。方平，我看这样，你们赶紧到临河的各大工地去走访一下，看看到底有多少从南平来的农民工啊卷到这里头去。只要咱们能够抓着铁证啊，就算那潘才章只字不提，咱照样可以定他的罪。 好。喂，是我。打手机。说吧，佟总，你是想跟我打马虎眼是吧？ 为什么还不对范大甘泽、潘才章下手？你到底能不能干？什么时候才是你认为合适的时候？你听我说，我现在这边有点困难。马其明、李春江他们啊，不仅严加防范，而且一点风声都不露。这种时候还是谨慎点好，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啊！你不用给我解释这些，佛爷只要结果。不是有胡全礼和吴达公的吗？他们俩干什么吃的？ 该怎么办？我清楚，轮不上你在这说三道四。你跟我耍什么横啊？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了，你还好意思吗？有本事你来干！佟百山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这件事儿你自己看着办。佛爷说了，如果你办不成，你就趁早让位，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你也给我听着，想趁机占我的地盘，做梦！ 彭总，彭总来了，说是要见你。我这就过去。哎呦，范总，哎，来，走。哎呀，好久不见呐！一会儿咱们吃饭，喝个痛快。哎呀，哪还有心思喝酒啊？ 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还不是为刘东的事儿啊！这潘所那边也没什么消息了，也联系不上啊。这好些日子过去了，我看这事儿要黄啊。唉，潘所有点麻烦。什么麻烦？我劝你啊。 还是把刘东转到别处去吧，待在这儿啊，一时半会儿肯定出不来。我看你现在心情也不太好啊，是不是也遇着麻烦了？我身边也有小人。谁呀？你不认识。一个生意上的合伙人。 把一个号称叫四哥的安插在我身边了，表面上言听计从，暗中专门捣乱。见着你姑父了，外面情况怎么样啊？完喽！啊，是出不去了。外面现在风声太紧，景山他们要把我提回去。看来出事了。这潘所跟王夫一直没露面啊。我在这儿还从来没待过这么久呢。哎，不是，你就没让你那姑父找找我爸，让他想想办法呀？你爸啊？你爸现在处境也很艰难。哎，听我姑父说，有个叫小四的，号称四哥。 现在天天在逼着你爸干这干那的，什么？四哥？他妈的，真他妈想不通啊！不是，这小三什么时候成他妈四哥了？他这福爷也不是个东西，我跟你说，这就典型的他妈过河拆桥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也不想想我爸当年是怎么给他们卖命的。好啊啊，拿他们一小三来吓唬我们，不行。 他们一定出去，我出去，我非把那小四儿给弄死他！让老子出去！老子他妈一分钟也待不了了！行，别喊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？现在谁敢放你出去？再说了，放人那是公安局的事儿。我姑父说了，你爸让你老实在这待着，千万别惹事儿。啊，哎。 在外面正在翻腾陶氏的事儿呢。哎，这个陶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？细茶，这茶挺有味儿的，真的。黄总。 这范大杆子还在公安局的手里边，反正我是没闲心品茶。怎么着啊？小四儿逼我，你也逼我。袁总啊，咱们交往多年了，你应该了解我，我佟百山可不吃这一套。我不是逼您，我是来求您来。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范大杆子出了事儿，他手里又没有我的货，我着什么急啊？不是，他这手上不是有一批福爷的货吗？那你着什么急啊？范大杆子出事以后，你找我2回了吧？以前你找我，那是传达福爷的指令，心平气和的。这次怎么了？你是急死白脸的。 老弟啊，你得跟我说实话。你不求我办事儿吗？那我得判断判断，我是又出钱又出人，值不值啊？行，实话实说，我背着福爷进了一批货，让范大杆子给吞了。 我说嘛，老弟啊，你这胆子太大了，也太不谨慎了。我跟范大杆打交道啊，我都得放他一手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这当务之急得把范大杆给救出来。这消息要是泄露了，福爷知道了，非要了我的命不可。 哥哥，算我求你了，而且这事儿不是帮我，是帮你自己。这范大杆子是在临河街那出的事儿，你的地盘，按照福爷的规矩，你的责任逃不掉。而且我听说了，这小四就是福爷派来监督你的。打住！小四不值一提。行。 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人去摸情况，啊，就是花费大点儿。明白了，开价吧。我要范大杆子那批货的1半。 童总，趁人之危是吧？拜拜！哎哎，不是。商量商量。2/3。1半。喝茶。 目前我们控制了这几个嫌疑人，都在故意拖延时间。他们后边一定有后台替他们撑腰，可是他们的后台却急于灭口。毒死王正茂就是一个信号，这是潘才章、康永胜他们执迷不悟，还抱着幻想。潘才章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看守所长了，他如果知道王正茂死了，那对他来说就意味着一个重要证据的消失，他有可能会更加的守口如瓶，死不认账。而童小牛呢？ 要是我们现在就动弹，他有可能说陶氏的案子不过就是个意外，所以对于童小牛啊，还是应该让他自己慢慢的暴露出来。马书记，咱们不妨先找个软柿子捏。李三曼跟周翠花是他们当中的薄弱环节，我想让曾浩再去一趟三监，做李三曼的工作，就把他作为咱们下一步工作的突破口。你看呢？可以。 喂，啊，是我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事务大公，他让我去向他汇报工作。他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了，留心他的反应。是，去吧。 什么？王正茂被暗杀了？ 是什么人干的？经过初步查明，是公安局内部人干的。看守王正茂的康永胜、白礼和陈浩，都有作案的可能性，目前还在排查。这在咱们临河公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你们是怎么搞的？吴局，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。比如说康永胜吧。 他是几年前通过关系给安排进来的，工作还不到2年，就已经当上了指导员了。这2年咱们局里的人事工作一直是你在主抓，我想这里头的问题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李局，你这是在推卸责任吧？不，我不是在推卸责任，我是觉着像这样的教训咱们必须得吸取啊。我建议啊，咱们应该开个党组会好好讨论一下。 排查一下，在咱们局里到底还有多少像康永生这样不称职的干警？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不能再出事了。李局啊，看来你最近工作上和家庭上的压力太大，忙不过来，疏忽了，才造成了王正茂的死亡。你还得集中精力去抓综合治理吧。专案组的事你就不要过我问了，我让胡全理来接手。 这个恐怕您跟我都做不了决定，因为是公安局内部的人害死了王正茂。马书记决定啊，由他来亲自抓王正茂和潘才章的案子，所有办案的人员都得经过他的审查和批准。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在我们的局里？ 还安插了人？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？王正茂死了，是你的人干的吧？也是你的人。到底是谁？李春江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还没查清楚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不过，他现在不会对我说实话的。 恐怕这回你得信李春江的话，他确实是不清楚。审问王正茂的3个人都有可能。能告诉我是谁吗？你没有必要知道，这是为了保护你，也是为了大家好。马书记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又发现一些关于胡权理的重要线索。啊，进来吧，进来说。坐。哎，小张，倒茶。哎，我在采访一起经济合同纠纷案的时候，发现胡权理有可能在百山集团公司下属的企业持有股份，也就是说，他有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。 这是我托关系复印的，他们公司内部的股权合同。高姐，找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交给你。这是公安局防暴大队长胡全礼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，我们已经决定立案侦查。我准备让你负责这个案子，我可给马书记 打过保票了啊！你不能让我失望，我会尽力的。你怎么老是这几个字儿？你就不能说几句提气的话，让我心里也能踏实一点？说那些有什么用啊？我这个人不会说大话。好，把材料拿回去仔细研究吧。哎，啊，要注意保密，只向我汇报，明白了吧？ 明白。孙市长，我们公司出资5000万资助市里头5个特困企业的工作啊，马上就要展开了。您看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？你们报上来的计划我已经看过了，很好，就按这计划办吧。啊，哎，我已经做过批示了，你没看到吗？ 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就是想当面再听一听您还有什么新的指示。你是想说胡全礼的事吧？哎，不，你告诉他是他自己不争气，他的事儿啊，过段时间再说吧，他要经得起考验吧。我其实是还有别的事情向您反映啊。什么事儿啊？ 药厂分厂的工程进行到了一半了，现在又有几个股东提出来，说是临河的治安不稳，怕投资收不回去，本该到位的第二期工程款呢一直打不进来，这工程可就要停了。临河的治安怎么不好了？看守所所长失踪，副所长突然死亡，刑事案件屡屡发生。你这是从哪儿听说来的啊？ 马其明书记没有向市委汇报。我听吴局说呀，现在马书记啊甩开了他，直接插手基层案件。孙市长，您是市委常委副书记，马其明的工作您有权干预，您应该找他谈一谈了，不能听之任之啊。必要的时候啊，您可以直接向地委汇报。 他最近的所作所为，那对咱们临河经济的发展是有负面影响的，也对您抓经济工作不利呀。马其明不是车光远，把人都得罪光了，你能抓住他什么问题呢？啊，你是不让他抓贩毒，不让他下基层，还是不让他工作？可是这个看守所的问题呢？这是公安局内部的事情，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，我不好说什么。 洪总啊，你不要把你不喜欢的人都想撵走。你要换个方法，要和人家交朋友，这才是最高境界。拿着吧，拿着吧，师弟啊，我知道你不愿意用我的钱。 可是现在弟妹在医院里头治病要紧啊，等着用钱呢。我求求你拿着，拿着吧，你这么大岁数，你怎么还这么倔呀？这样，算我借给你了，行吗？是否有无眠？无眠，晚来风寒，不知你够不够暖？今夜你是否有无眠？无眠，月映青山，不忍看你疲惫的脸。从未听到你说，你说远，沧桑容。 苦涩艰难都尝遍，从未听到你说，你说远，露宿风餐，总是天涯不绝。